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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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autiful people.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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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想吃脆脆的薯条吗？今天教你一个薯条新炸法。薯条是我的最爱，不过平常自己炸薯条总是不得要领，炸出来的薯条软巴巴的，根本都不香脆可口。不过只要事前动点手脚，就可以炸出黄金脆薯，脆脆的外皮，松软的里层，绝对让你一吃就上瘾，你一定不可以错过了哟。哇哦，这美丽的玫瑰花难道是自己做的？没错，这回教你 DIY 拼布花式。不贵吧？只要把布织布这样卷起来，就可以做成可爱的玫瑰花吗？呵呵，当然我还有另外加工了。您瞧瞧，这做出来的花朵不仅娇艳欲滴，清新可人，别在拼布包包上更是再适合也不过了。一束永不凋谢的亮丽玫瑰，不知温暖的触感，绝对让你惊艳不已哟。开始我们想介绍大家一个另外一个小玩意，可以帮我们刮除。哇，今天一开始就来介绍生活小玩意，而这生活小玩意呢，几乎大家好像家里如果说吃面包的话，可能都会有。所以呢，什么？我记得这个东西也曾经被我们拿来做别的使用。想到的，我们看到它，我们就可以告诉你来了，来干嘛了？好，好不好？就是呢，现在的面包我们要转转转，避免空气进去、面包容易硬，所以呢都会有这个东西。然后之前我们介绍它的呢，就是把它呢，因为它另外这一面通常是透什么都没写嘛，对不对？然后我们会把它呢放在电线的上面啊，然后呢给它注明，比如说这是微波炉的，或者这是冰箱的什么的，然后看你用什么或不用什么，就把不用的可以拔掉，这样。对，就好比我们那时候教呢，就是所谓的电线，说来就来。它是就代表呢，这一根电线呢是延长线，哦，这延长线，所以你就知道了啊，要整理线什么都很方便。那这个东西其实呢，我们观众朋友要教的呢是来帮我们马铃薯皮呢可以把它刮掉。哎，又来了，那之前我们有讲过啊，弄马铃薯皮、弄生姜皮什么的，我们有介绍，比如说用啤酒盖，对，有没有？然后还有铁条根呢，什么都有哦，好多。那今天我们来了一个挑战的人，他叫做面包扣环。好，那我们来看看这样刮有没有比较好一点呢？这样子，它就是这样，有没有？你看，噔，这样子慢慢吐它，慢慢吐它。有嘞，对呀，起来，所以也适用于牛蒡啊，对对对，而且你看它这样刮下来的，它很薄，有没有？所以你也不用想说啊，好像很浪费。对，如果说你用什么刮皮刀或者是用刀那个菜刀去弄的话，很薄很薄很薄。那么呢，相同的道理，我们看看这个生姜。好的，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的话，哦，也是可以呀，你看要割的比较深，因为它这个皮比较厚一点。那我们要不要这种东西很稀奇吗？那你也可以说拿那个布丁的塑胶尺来割啊。可以啊，就是看谁心想看谁好意思传出来嘛。可以耶，应该用面包扣，不然就是小孩不是有不要的垫板吗？把垫板割下来。可以，好棒，你传出来嘛，知道我好意思好不好？好，其实用这种东西，其实用家里面如果有那个小朋友，比如说上学的话，有那个尺，有没有？用尺就可以了。好啊，好 ，OK， 那我们看看 Visa 第一招是介绍一个很好吃的薯条新吃法。哎，新炸法了，因为吃不就是用嘴吃嘛？是。那赶快来看看那个薯条的新炸法到底是一个怎么炸法。来 ，Visa。走，我最喜欢吃薯条了，酥酥脆脆又香喷喷，你看那黄澄澄的颜色，简直就是在引诱我大快朵颐一番嘛。可是有时候这么软怎么吃啊？生活智慧大发现，要告诉你薯条新炸法。
软趴趴的薯条到底要如何炸才会酥脆呢？先将马铃薯切成手指般粗细，待会儿炸起来才吃得到酥脆感哦。接下来再将薯条通通丢进热水里浸泡15分钟，让薯条们乖乖享受这热气十足的三温暖。这个步骤可是成败的关键哦。这样一来，薯条可是会比没泡过热水的薯条还要酥脆呢，你相信吗？再过15分钟就可以将薯条拿起来了，不过要先沥干水分哦，否则待会儿下锅油炸，嘿，很危险的。咱们先用低温油炸薯条，待炸至微微金黄时，就可以高温将薯条一口气炸至微焦酥脆喽。这个时候就可以起锅了，但到底是哪一个会比较酥脆呢？赶快来比较看看。我折，哎呀，好恶心哦！这么软的薯条一点都不可口嘛，太令人失望了。那泡过热水的薯条又会如何呢？哇，一折开，哇塞，太厉害了！薯条新炸法成功！原来只要把薯条先泡过热水，而热水就可以将薯条的淀粉排掉，因此薯条在炸的时候会变得非常酥脆，而马铃薯的水蒸气也会使油很快的热起来哟。这么金黄香醇的薯条吃起来是百分百的爽脆，连时间都感受得到那坚实的表皮，这还不让人食指大动吗？啊，我要咬一口。先将薯条泡在热水里15分钟，就可以将薯条拿起来了，不过要先沥干它哦，否则待会儿油炸的时候可是会很危险哦。接着就可以下锅油炸喽，先以低温将薯条炸至微黄，再一口气以高温将薯条炸至酥脆吧，你瞧酥不酥，很赞呐。想吃酥脆又香喷喷的薯条吗？那你一定不能错过这个薯条新炸法哟。其实我们要真的要介绍这个人，他真的是很可爱。你看，这是他画的，所以呢，意思就是说，你只要画工好呢，还是会让小妾呢仔细的把它看完。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啦？你看他画你头发有这样遮着脸，而且就是现在的你，好可爱哦，他好棒哦，他要不要帮我们出一个漫画册？而且他为什么要传真来呢？因为他看到我们今天那一天介绍小玩物、小玩意，就是那个什么咖啡组的那个计时器，然后哇，这么赞，吓到傻，好说不出话来。然后他就会说，这么赞的小玩意，我就不得不想个办法了，不然就太对不起自己了。真的，佑辰应该没问题吧？就送他。佑辰已经点头了。好，那我们就不用介绍这招啦。要，因为我觉得他咸酥鸡是炸两遍，所以很脆。其实呢，他还有一个就是把薯条切的稍粗一点，像手指头这么粗，再把它泡热水，泡多久呢？泡一个大概15分钟到20分钟，哈，就是这样子。然后呢，我们把这个，这已经泡了15分钟了嘛，对不对？把泡了15分钟的这个热水里面的这个什么玩意儿，马铃薯，然后呢，拿出来呀，捞出来，然后擦一下，等一下，这样沥干，就好像他洗完澡要给他擦干身体，有没有？是这个意思吧？反正就是希望沥干水分，所以大家也别担心它会太表皮表皮。这样子稍微这样子擦干一下嘛，把它的水分稍微这样子沥干之后呢，然后呢我们就放到油锅里面去炸，好，把它炸到金黄色。好，所以呢大概放到160度的油锅。这个油锅这样真的很方便，我们这样就在放下去的同时，我们不用这样这边闪来闪去，有没有？因为它有一个这样子的篮子。好。那我们这个不是回锅油，就是油来，所以我们只是说让它炸两次的意思。好，来哦。那首先我们就来放第一次的，放成金黄色。好，盖起来，不然会喷，还是有一点点水分。还是会有水分，盖起来比较安全。这个设计的真好，然后把它放下去。有听到声音。这个锅子真好，你看它有盖子，我们就不用。以前我们有没有还拿那个？到底人家给你多少钱？你讲了三次。垃圾盖，对啊，我们感人肺腑。那我们真的一路走来，对呀，就放一下下钥匙，还有垃圾盖，坚持，还有把鱼的肠子肚子拉出来的，对啊，真的。然后我们有的时候观众还教我们，他自己的还有油烟机下面就放一个透明塑胶片，所以他自己每次煎东西都是这样子。
挖一个洞，然后把那个当做那保温室，也有婴儿的保温室。真的是，不过真的是因为有这个节目，所以才让我们有这么多这么多可以回忆的往事。对啊，我们这样子已经2000个以上的妙招了，有吧？哦，光书都出到几本了，好感人。真的是要再一次的谢谢我们所有的朋友。哇哦，这美丽的玫瑰花难道是自己做的？没错，这回教你 DIY 拼布花式。哎，不会吧，只要把布织布这样卷起来就可以做成可爱的玫瑰花吗？当然我还有另外加工了。您瞧瞧，这做出来的花朵不仅娇艳欲滴，清新可人，叠在拼布包包上更是再适合也不过了。一束永不凋谢的亮丽玫瑰，不止温暖的触感，绝对让你惊艳不已哟。曹兰、王月，到你家。昨天为您介绍的欧式风情居家还蕴藏了什么巧思呢？大家能够看到这样的客厅多么多么的天阔啊，不是，多么多么的开阔啊。来来来，我们看看陈星做的事哦，真舒服。哎，真舒服。你会开始用这边，你们小两口日子过太好，就都到哪都可以坐下来聊聊天。对，他什么盘子都摆好好的，大大小小的。大家看，这么大一片玻璃屋，就是给十只猫咪的家，好可爱。所以呢，安琪拉是哪一种？哦，不是安琪拉，哎，这是波斯，叫什么？波斯猫。哥哥，好漂亮。他叫哥哥，他是男的。男的。哥，可以摸，对不对？哥哥，你好，你好帅哟，哥哥。大。爱猫如痴的陈心为心爱的猫咪打造了玻璃爱猫园。贴心的他还有什么令人惊艳的精心布置呢？别错过喽。时间呢，赶快来让我们看看下一招啊！那就是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呢，很喜欢在家里面做拼布。因为我光是我们去那个曹兰王月到你家就有好多人，对，每个拼布老师都好厉害哦，都是师字级的。那问题是拼布，我们也可以利用布织布来简单的做一个很像拼布的效果。没错，那就赶快来看看要怎么样自己可以很简单的方式就做出来这种美丽的拼布呢？米西亚。Good idea. 玫瑰花也能自己做吗？生活智慧大发现教你 DIY 拼布玫瑰。这次准备的材料有布织布、剪刀、彩色铁丝、绿胶带，只要利用布织布的材质就能轻松做出拼布玫瑰哦。来来来，让你瞧瞧我这手工艺大师的厉害吧。首先咱们先裁剪出一小块布织布，就像是这个样子。各位看官，您可仔细瞧喽，这布织布的长约30公分，宽度呢不用太长，只要3公分就好了。接下来沿着正在闪的这一条线，在布织布中间每隔0.5公分便剪开1.5公分的缺口，不过可千万别把头尾都给剪断，记得要留空哦。再将布织布尾端穿入第一个洞口，拉紧之后再穿入下一个洞口，也是一样的要拉紧。就这样依序穿入每一个洞口，重复一样的步骤，都是要穿出以后拉紧，您可别眼花漏穿了一个洞口哟。重复穿拉的布织布就像这个样子，是不是很像麻花卷呢？接着便可以将布织布从头卷成同心圆，也就是卷成玫瑰花的样子，然后玫瑰花型就这么出现了耶。最后将尾端的布塞入第一个洞口中即可，这就是我们拼布玫瑰的收尾动作，是不是简单到了极点呢？不过只有花朵是单调了点，似乎是少了点什么。哎，来做做花梗好了。将咱们的拼布玫瑰接在粗铁丝上，再拿绿胶带粘住，有了绿胶带的锦上添花，拼布玫瑰是不是又美上了几分呢？您瞧瞧，这拼布玫瑰只要利用布织布，不管怎么卷就怎么漂亮。咱们 DIY 的拼布玫瑰完成喽！
花点巧思，你就能拥有色彩缤纷、永不凋谢的玫瑰。做法简单的不得了，仅仅利用广告时间就能完成一朵朵俏丽亮眼的拼布玫瑰。色彩粉嫩的花朵与我的毛茸茸面纸盒很搭配呢。而单调的相框点缀上几朵浪漫的玫瑰，温柔的质感让照片中的人物都不禁轻舞飞扬了起来。春天娇柔的气息是最适合带着这只拼布手提包出门了，柔美的印花提布再别上一朵拼布玫瑰，再适合也不过了。还可以做成牛仔花式别针，很帅气吧。在布织布中间间隔剪出1.5公分的开口，再将布织布尾端依序穿过每一个洞口以后紧拉，便可以开始卷成玫瑰的样子喽。风格独特的拼布玫瑰，你一定要自己试试看哦。就讲过了嘛，我们是八国的书我们都在看嘛，所以呢这是小倩从一个日本的拼布的书看到的。嗯，拼布书里头介绍的花是这样的做法。哎，它就是用拼布用的一些，比如说它这个应该叫做什么布啊，布织布。布织布梅子好多好多。那它拿来做什么？因为他们一次买哦就会买一大包，什么颜色都有，然后他就做各式各样的娃娃，里面塞棉花，或者是他最近最爱做的是手机套，他就会帮你定做手机套，这种意思。而且呢真的也可以别在身上，你看我这种东西别在身上多好看啊，对不对？你看这个牛仔，这个好看，你看用牛仔布做的，这个真好看，我当场想把我的裤子剪掉。对啊，而且当场又想把裤子剪掉来做花，因为反正已经剪成这样了，裤子已经是，对对，大家看一下，这也是曹兰刚刚站起来站起来 DIY 的。没有啊，裤子本来就是这样，你看我觉得这样剪不容易耶。哎呦喂，哎呀呀，自己 DIY 把它下来还会抽虚啦，这样感觉厉害。哎，你讲抽虚这样感觉好像是我们十几年前做的那种漆皮，硬要把书包抽丝，这样很好看。这个不错，这个可是现在好像还是会有老人家会觉得哇你家好穷，好穷，你没有好的裤子。会不要让我妈看到。好，我这条裤子买很贵，因为买来就是为了要。OK， 那我们看看这个花怎么做，其实非常非常容易。那我们就来，我喜欢。你喜欢什么？紫色。好，好，那你喜欢什么？我喜欢黑色。哎，没有黑色。好，来，那我用红色。那非常简单的，就是呢，我们先给它取一条。好的。所以这一条呢，也就是，其实你要剪多宽，其实无所谓吧，就是你花的大小的问题嘛，对不对？好，剪一条之后呢，哎，就很简单的是，我们呢每1公分取它1公分，因为我们就是，手工嘛，哦，1公分的时候呢，就稍微给它剪一点点，好，然后呢再来一样的，再取1公分的地方，再来给它剪一个小洞，一个洞，让到时候可以穿过去，对，好，在1公分的地方呢，稍微给它剪一个小洞，好好，在1公分的地方呢，稍微给它剪一个小洞，我要来做一个，然后接下来就可以给它穿过去了，对不对？好，你就开始为了你姥姥开始做一个东西了，对不对？没有，我也要来做一个这个花呀。好，然后呢，一样的，我们要穿它的时候呢，就很简单，有没有？我们常常要卷什么菊络啦，或者是哈，拔出来吗？好，或者是有没有？就一个花了。好，然后再一样的，再从最前面卷进去，卷进去，好，然后再拉，很简单，把它整个翻过面来，然后再卷进去，再拉，好，越来越多了，卷进去，像麻花有没有？卷进去，好，再这样，有无？它都 QQQ 吧，好可爱。好，之后呢就很简单啦，比如说你就开始去绕花，好，绕一个，这样就一定会像玫瑰花，有没有？就出来了，好漂亮啊，那个紫色。然后呢，最后结尾怎么办？你也可以再打结，送给谁呀？送给你小孩。哎，可是真的好好，好。然后你看看，也可以跟这些铁丝、软铁丝来做个配合，就变成这么漂亮的花了。好，所以呢，你看看哦，这样子呢，比如说做个装饰，哈，在面纸盒上面喽。
好漂亮哦。对呀，好漂亮哦。然后你把它后面呢，你用那个什么，比如说用那个东西叫什么？月溶胶。月溶胶什么也可以，弄上发夹还是什么的，你就可以变成是。对。那个发夹，小发夹。我们这个是别针。对，好好看哦，这个是别针，用别针来做。哦，别在衣服上什么都很好，或者是粘在连相框都是用布织布来贴的。因为布织布的好处就是为什么妹子那么爱用，因为不用考课，不用车边平车考课。对对对，不必哈，门卡布逼啊，对呀，要不然哦，要不然我们用一般布的话，它旁边呢都会跑出来嘘嘘嘘。门卡布逼，对，所以小孩子就很容易剪一个东西。那你看这样子就很好看了。啊，所以呢，这就是我们今天特别介绍的美丽花，或者是拼布花。好，那当然啦，你看有这样子很可爱的这种 idea， 当然虽然是我们自己找来的，但是也希望这个我们可以用这个来这个那个叫做什么，举一反三，有没有？大家如果看到我们这样教的话，大家可以想到，好多很可爱的方法。好，那我们就来看看今天的小玩意呢。其实跟刚刚曹兰放口袋是很有关系的哦。你看放口袋，你就会以为这是一支笔，对不对？对。可是啊，它并不是一支笔。噔噔，我们把它拿出来看看，它是为了什么呢？噔，这个我想我们最近我们可能也快要开始使用了哦。对对对，那就是啊，它是一个，你看我们把它转一下，噔，啊，放大镜。就是真的，它就是个眼镜就对了，它就是一个对啊放大镜，都好酷。为什么它要做成这样呢？因为有的时候啊，可能像我们刚开始有老花眼的人哦，会比较不好意思。比如说你刚开始觉得自己看字要拿远看的时候，那个难过。别说了，你觉得这样子看比拿出来我老花眼镜比较不丢脸吗？为什么它要做成这样子？就是因为有一些老花眼镜，有没有？或者是放大镜，你一拿出来，比如说放大镜一拿出来就是这样子，人家大家都知道你拿的是放大镜，你又不是名侦探柯南。而你拿这个的时候，你这样子，有没有从这里拿出来？人家以为你在拿一支笔。是。而你稍微在大家不注意的时候，你稍微转一下，它变成眼镜了，你赶快这样看。哦。然后再收回来。然后完了之后呢，还要掩人耳目，还故意装个耳机当 MP3。或者是录音笔。好，今天曹兰穿了一件黑色的白领子衣服，还说它是别的。如果真的很好用，因为就是怕有一些人呢，他可能就会觉得说啊，用这个老花眼镜或者放大镜，他觉得非常的不好意思。原来是这样子哦，那我来好了，因为我现在正面临这样的困境。真的吗？那我来看看到底是不是这样。好清楚哦。好清楚哦，然后你就可以这样自己来调一下。好清楚哦，真的哇，它比放大镜还要平，它就是携带方便。你马上用完之后呢，再放到口袋里面。我想上班族，比如说四五十岁的这个男性朋友，一定非常合适。对，而且真的就是不管你是假装它是自录笔或是什么，你也可以有人经过马上变笔，用钻石想不出来。好可爱哦！其实我买它的时候，我以为它是一个笔，后来仔细看才知道，原来是长成一个是笔的形状的放大镜。我好希望它继续发展，这样小小的，然后一点的时候还可以一个眼镜架跑出来，然后就戴起，慢慢的。等一下，这个变成眼镜很难，而且很窄。可爱，所以今天要介绍的就是一个这么可爱轻巧的笔型放大镜。是的，那如果说你想要得到它的话呢，当然我们不建议你一定要四十岁以上的朋友才可以拿哦。只要是你有任何很好的 idea 的时候，我们都会有可能送给你，只要经过我们的制作单位录用了。因为年轻人也想看看蚂蚁长什么样子吧。OK， 传真电话号码是02-277-25634，或是另外一支服务专线，或者是寄来在我们的网站上留言都可以哦。OK， 欢迎大家踊跃的来这个各种的生活智慧来告诉我们。那么接下来赶快来看看我们的那一个马铃薯的新炸法，好，应该 OK 了，因为要等它炸成金黄色，那个是比较要花时间嘛，对不对？好，现在呢是已经炸成了这样子。这个呢，也就是说我们第一次炸成金黄色的时候呢，我们把它就是稍微给它捞出来，让它回温，也就是说回成平常的温度嘛。
所以好像它变高温，有点希望放凉，就你出来之后希望有点放凉，就好像咸酥鸡每次他们自己店家先炸一次，对对对，先炸一次，对，就是把它放凉，对，比较好的，然后再来我们再来下锅炸一次，第二次的时候就用高温，然后呢放进去多久？炸一下，嗯哼，很暧昧，嗯哼，炸一下，炸一下，一下啦，焦了，嗯，那就可以拿出来了，嗯，好，好，然后这样吃起来的话呢，就会比较的脆，好，这样子来试试看，哎，那我们现在呢摆了两盘哦，嗯，那这一盘呢其实是我们就是没有再下去炸一下的这一盘，那我们来吃吃看它在口感上面呢会有什么不同。好，好，所以等于是说呢，哎，有个比较组哦，嗯嗯，哎，我们来看看这个，也就是说那个没有一般的炸法，对啊，对，一般的炸法，嗯，恶心。真的吗？嗯，那我就别试了吧。你试试看，你才知道它的恶心度是什么。不必了，那我来试试看这个。好，哦，连插进去都有声音。哦，现在是在吃卡里卡里啊，这么脆，真的好脆，而且你一定要吃那个恶心的。哇，好脆哦，有没有？嗯，好油哦。那你吃吃看这个，这个比较不油。嗯，这个咬起来是没声音，这个咬起来是有声音。嗯哼，好大的声音哦。嗯嗯，好，所以这就是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个书方告诉我们的，用先用这个热水泡马铃薯泡个15分钟到20分钟，然后再拿去炸，然后炸到金黄色之后，再。然后先给它拿起来，嗯，放凉凉一会儿，然后再把它再放进去炸，嗯，对，就会很脆的。好，我们非常谢谢书方哦，这么美丽的传真告诉我们这个方法哦。好，那接下来赶快来看看今天的潮男王爷到你家，米西亚，走走。ID 潮男王爷到你家。还记得昨天为您介绍这气质美女一手打造出来的欧式风情居家吗？细腻的她还有什么布置巧思呢？瞧的嘞，你看看这个 view 太美了，嗯，真的很棒，碧潭就在我眼前，多少的童年往日美好的时光，我好高兴，我人生第一次跟那么多名猫在一起，因为都好名贵，所以我现在看到是正统的波斯猫，对，还有呢，金吉拉，金吉拉跟波斯猫有点不一样吗？对，好的，长相就不一样。好的，那我们今天顺便介绍一下猫园哈，我要进去呢。好可爱哟，好可爱哟，而且都没有臭臭。拥有温馨气息的小木屋主卧房，充满被芬多精环绕的幸福滋味。来来来，嘟嘟一定要个吊床吗？这个真的可以。对，它这个都是直接有这个锁在墙壁里面，好舒服啊。对啊，在下午的时候非常舒服。好棒哦，好像回到了子宫的感觉。这个床也是你设计的。是什么巧思让主卧房充满欧式的古典华丽呢？广告回来告诉你。这个小烛台也是好可爱呀，对，晚上的时候洗澡其实不需要开这个坦灯，对对，就直接用烛台，然后两三个其实感觉非常舒服，对，夏天的时候外面还有月光哦，好棒，可以照进来，对，所以就为什么我们就了解曾经为什么要把原来的厨房区整个那么大费周章旷日费时的搬过来，因为只有这边才会有这样的一个风景，对呀，这么好的地方怎么可以不用呢？嗯，哦，而且呢，哎，这样子的一个小浴缸其实也蛮大的，可以坐两个人，这是两个人的，好可爱，跟老公也会在这边一起泡鸳鸯浴吗？对，
小两口过得真好呢。所以呢，一方面呢，你这边淋浴区就很可爱咯，我们淋浴区通常都会看到不是隔个玻璃门就是拉帘，而你都不来这一套，是为什么呢？因为我想说那个有个拉帘，其实现在拉帘很漂亮的，我觉得还是不够美，对，我觉得还是有视觉上面的突兀，所以后来我就把它做了一个，刚刚好我这个是因为管路的关系，所以我就做到这个地方，让这个地方还是降下来的，水就不会再排过来了，所以这个地方一直都是保持干燥呀。所以我们刚刚从浴室这边走过来，有个公共区域，那个区域是垫高的，原来都是你走管线，对，然后这边呢就可以淋浴区了，对，然后排水也没问题，对，所以也不见得需要一个拉帘，对呀，因为你空间也够大，对，喷到那里也不容易，而且你这些都是活的，对，所以也需要水。哦，这个不是，这个是假的。哦，真的，我都以为是真的。这都我自己插的花，这个其实我很希望它是真的，但是这个凋谢的时候。厕所就看到了，所以还是有一些要调整，收收收。然后你这个拼的这些瓷砖也相当好看，谢谢，相当好看。对啊，我觉得浴室就是要有一点甜甜的感觉，甜甜的感觉，甜甜的那种。田园的感觉哦，那种田园的感觉哈，所以呢，这个就是你的一个卫浴区了。对啊，好棒。那么卫浴区的对面一个房间，那个是你的储藏室，会不会太美了？好，来看一看呢。这就是你刚说的垫高的地方，对，来通水管啊，管路的。因为是怎样？它本来是厨房，所以你的管线是怎样？那边本来是浴室，是。小粪管要从这边切过来，对，那刚好其实这边是卧室嘛，我也想做一个区隔，所以其实这边垫高下来是房间，外面是客厅，也挺好的，对，我觉得蛮好的。我们会发现说你很多都没有隔间，你都是用地板的高低来做一个层次的分别，对，哦，有意思。好，那这么美是怎样？更衣室吗？不是，我的储藏室。哦，储藏室美成这样，天哪！来，我们看一下哦。哦，所以呢，它本来因为你厕所已经不要了嘛，对不对？所以有小小的空间，可是你真的像个卖场，亲爱的，而且是寝具区的卖场。啊、因为我很喜欢寝具，就是大概秋冬、春夏我都会换，对，换不同的花色，然后就把它都买起来了。所以呢，你又让我学到一点，不见得储藏间一定要很难看。对啊，也可以用比较好看的、有点雕花的架子。其实我这个也是向那个百货公司专柜小姐学的。真的吗？对，因为我看他们每次在摆这些东西时候，我不晓得为什么都一样的寝具，为什么人家可以摆得这么整齐？哦，对，所以有一会儿我就看到他开仓库的这个柜子，就看到他摆这样。是是是。哎，我觉得我可以学起来。很棒啊，对不对？我就自己把它做柜类。而且我相信，因为你的储物间收拾得这么好，所以你会常常换。对，因为它太干净，太爱进去哈。对，然后你包括外面也是这么美啊，那个玫瑰花还这样子编，我相信你也会很喜欢伊能静，你们都好有才华哦。将原本是厨房的格局改造成舒适又天然的卫浴空间，华丽古典的水晶灯饰让泡澡气氛添上了一分情调。为了让泡澡时也能欣赏窗外宜人的景致，特别将浴池设在窗边，让泡澡不再是密闭的享乐。原来你都睡在木头屋里头。对呀、啊，我喜欢小木屋的感觉。因为有度假感吗？不晓得，可能小时候看那个卡通小天使留下来的印象吧。啦啦啦，嘟嘟。对。啊，所以呢，啦啦啦，嘟嘟一定要有个吊床吗？这个真的可以。对，它这个都是直接有这个锁在墙壁里面，是是，200公斤以内应该 OK 吧？那对我来讲可以有四个，对呀、啊，非常舒服。怎么有特别的吗？这个跨过去，哪一个？对对对，我的这只脚，这只脚跨过来，对对，然后坐在中间就可以了。真的吗？好可爱。对，哎呦，真的耶，好舒服啊！对啊，在下午的时候非常舒服。好棒哦，好像回到了子宫的感觉，好棒哦。哎，你先在这边就好了，干嘛硬挤在那个客厅的阳台？其实他每个地方都很喜欢，对，可是他觉得都只有使用一个地方很浪费，对，所以就平均
对，而且你好棒，你把这边做成这样子，原来吊床的感觉完全不是摇椅的感觉，对，它是有种自然的律，随着你自己对律动，因为有呼吸嘛，有脉搏的跳动，它本身就会随着这个会有一点晃，而且很容易昏昏欲睡，对不 对？下午真的很好睡，拿一本小说看一看就睡着了，真的。然后呢，你窗户也可以开，所以又是一个自然风，对，更容易睡，又有木头的分多精。好棒哦！你的吊床哪买的？我想很多观众在问了，哪里买？我在大溪地买的。对，你是说高跟作画的那个地方吗？嗯哼，那地方很棒，对不对？对，对啊，在大溪地买，飞了十几个钟头，对啊，才找到这个棉的。因为它跟我们一般的不一样，它这个真好，很舒服，哎，整个屁股人是包起来的，好可爱，就是它做的很符合人体，对，所以呢，哎，这个主卧的另外一角呢，可以做个吊床，反正床 bed to bed。哦，那我们看看呢，这个床也是你设计的，对。这个床是因为我们上面有梁嘛，对，那睡觉的时候如果说看到梁感觉有点不舒服，所以我就弄了一个梁柱床，然后把它放下来，对，所以这个包括这个铜的都是你设计的铜架，对，这个铜架都是我们那时候看到这个进口商，就是不是这个制造商，是，对，那他有一些 catalog 给我们看，那我就把几个图面组合在一起，然后请他用帮我手工打造，哦，这样子，所以这个架出来也是你要的，对对对，哦，好可爱哦，是我喜欢，而且它就吐出那个梁啦，对不对？好可爱，然后可以遮住了，遮住那个梁，你根本看不见，然后呢又有这种浪漫的感觉，对，哇，好优哦。好优哦，是这样子，然后那边有个镜子，哎，人家都说床不要对镜子，你不来这一套？我比较不是很迷信什么的，对，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种乐趣啊，而且空间看起来会更宽阔，对，然后也包括哇，你的主卧的这个会不会太美？还有卡垫，你的卡垫也很美。有这么大片的蕾丝帘哦？没有，其实这个蕾丝帘是我之前它是穿那个管子的，但是因为我很喜欢，不要盖嘛，旧房子，对，丢丢丢，所以呢也可以打开，可以，然后就把它拉起来，里面有遮光的，对，遮光的，所以可以睡一个很舒服的黑暗觉。对，你的床有一点高是故意的，对，因为我们两个都喜欢睡高床，对。欧洲的床也比较高，对，日本式才会比较低，将主卧房创造出有如小木屋般的温馨，利用床头的帘幔、典雅的台灯、加高的床架、精心的布置，营造出欧式古典的寝室风情。特意加大的窗户设计，就为了牵引进碧潭的山峦美景。窗外的绿意，室内的木头香，加上特别定制的吊床，让卧房散发着一股舒服又亲密的幸福香味。好大，来享受一下，来坐坐看，享受一下。哎呀，真方便。所以呢，古典风也是有可以现代，你看它一样可以放 keyboard， 对不对？对。宽敞的书房规划让夫妻俩可以拥有独立的空间，陈星是如何布置的呢？广告后马上来瞧瞧哟。哎，已经这么舒服了，还有更惬意的地方，来看看你们的书房哈。来来来，所以70平还真好用，我都以为我来到300平。对啊，其实那是空间的问题啦，就是你的隔间如果做得好，其实看起来会比较宽敞。所以呢，就可惜你买房子是成屋再买，所以你700万
有一些都花在拆除，对，拆除啊，然后就是管线啊，很多地方要重新做配置。对对 对, 对，比如说像你的砍灯一多，你这电线都要换粗的，比较安全。哦，你的电线走火。对 对, 对、嗯。然后呢，多可爱！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觉得这个空间很大？一方面你都没有做什么多余的隔间，对；一方面你用了很多玻璃，嗯；一方面。当你的室内也有这样的窗户，你真的会觉得你是在，不是在房子里面。对呀，很可爱。我喜欢这个有一点就是，欧式的感觉。嗯，对。然后你说这个窗户我们能盖在外面吗？不行，因为大楼有大楼的住户管理原则，所以你可能不能突出去。那么呢，而且台北的空气也有一点点比较脏，台湾的天气也不适合，对，不太潮湿了，要命了。对，在外面可能一个月，这个木头已经变朽木了。对对对，所以呢，朽木可雕，但是要雕在室内。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窗户，也是我们的陈星呢看了三四百本装潢杂志之后，想要这样的窗户。对，但是我要的可能这个造型上面还有一点落差。嗯哼。对，但是我觉得已经尽力了，已经尽力了。对，我觉得很满意了。嗯。对。然后很可爱，是说，哎，我们就来。如果大家想要学的话，请付一点版权费。对，这个好可爱，这个是老公想的吗？对，嗯，那时候我就说要一个窗户可以推，对，但是找不到可以合他的这个，对，所以就请木工师傅做了一个小钉子，然后在这个后面钉了一个，就是钻了一个小洞，是，然后就可以把它放上来，这样在家里面的时候，它就可以就是卡住了。刚好在洞里面就不会晃来晃去了，真的耶！对，而且这样的卡榫还真方便呢，对，又有手工的感觉，对不对？然后呢，就是只是这边凹下去，那边凹下去就刚刚好。然后我们也看到这个东西，其实你可以很密闭，意思就是说，真的在书房里面大做文章的时候，它的隔音效果蛮好的。对，哎，你看。关起来，哎，就关起来了。所以你也看到说，哎，你也用过在里头，其实外面客厅在看电视都听不见，对，很小声啦。其实玻璃的隔音效果非常好，高哈，对，好可爱哟。所以呢，你看有这一片，也有这样长长的，对，好棒哦。你有没有觉得意大利的窗户都是长这样？哦，对呀，都是长长要推出去。然后其实在我觉得尖工是很重要的，一般来讲就会把这个切平，然后一直到那个底，对，但是我们有时候那是走路的动线的问题，所以这样小小的切一个斜斜的，让这个地方看起来更宽敞，对，其实会更舒服，而且有引导的感觉。对，还有好玩的是说，陈星呢他自己本身就有个观念，他觉得说走道干嘛要小小的？对啊，所以你也是喜欢把走道扩，对，扩大一点。对，为什么呢？因为我小时候我觉得老师把桌椅就是隔壁同学放得好近哦，可能我比较粗鲁吧，不是撞左边就撞右边，所以我长大我就告诉我自己，如果我有房子，我一定要把就是走道的部分弄宽，让所有走路的人都感到很舒服。对呀，我们陆陆续续在这个常常会到你家的单元，我们也看到很多房子，真的是当走道扩大的时候，真的就大气很多。对，所以如果大家环境允许的话，不妨真的也可以这么做。对，不然家里头的就很小了。视觉上面其实是很舒服的。好，所以我们看看这么宽大的一个走道呢，哎，我们就引领我们进去一个这么样古典感觉的书房了啊。啊，好好哦，董事长都有个秘书。这个是老公的书桌。对啊，老公的书桌好大哦，来来享受一下。来坐坐看，享受一下。哎呀，真方便。所以呢，古典风也是有可以现代，你看它一样可以放 keyboard， 对不对？对。哎呀呀呀，好。所以呢，这个是老公的书房区。对。哦，书房区。然后呢，哎，我们的美丽的秘书就是在这里了。啊、哦，好可爱。是有一个小小的窗景这样。呀。对，晚上的时候看夜景也是很舒服。对，工作比较不容易。然后你看，你一样会利用这些小小的边柜，对，一方面可以放东西，好，一方面呢，哎，也可以呢，做一个很漂亮的视觉。那么呢，我嘛就喜欢看人家抽屉，那我们来看一下啊，来，吼，这些就是三四百本杂志。
喜欢的剪下来的，对不对？对呀，好喜欢的剪下来的。哎呀，所以呢就是这样子用功出来的一个家，就是靠这样子哦。而且呢，这个诚信的理论也是一样，很多东西呢，你觉得是从模仿之后再来创作？对，嗯，模仿是学习的开始，就是，然后不然我们干嘛？干嘛会要会说话？语言什么东西啊？对，然后原来你这个这边有做一个小小的窗台，对，啊，一方面可以放东西，一方面这个视觉又更好看。对，因为这边这样棱角过去很突兀，所以把它做一个圆弧，让视觉上面比较舒服。对，然后也不需要说，哎，这个做出来就下面又是柜子，不必嘛，收藏空间够了就好了啊。书房好大哦，哎，书房也是可以呢，小憩一下，那就是那个地方了。所以书房就不喝酒了，对不对？啊，不喝酒了。那书香要配什么？书香要配咖啡哦，要配咖啡啊，好可爱呀，啊！这个地方，这边感觉又不一样。对，嗯，好。那么呢，既然有这么好，也是要做一下。而且你选择的都不一样，嗯，对呀。然后呢，你看看这个地方，哦，配合上这样的瓷砖的感觉，然后有书架，哦，所以每样东西都找来的，啊，对不 对？这是现成的嘛？这个是之前我念书的时候。对，买的对，那后来搬家，我觉得它还可以用，不需要扔掉，对，所以我就把它留起来了。对，而且很好看。然后对面呢，哎，可能就是新买的了。对，对面这个就是新的了。呀，好可爱哦！所以呢，这边也有很好的一个风景。对，从这边看出去也是看碧潭。嗯哼，对。所以呢，这个地方也可以稍微休息一下，配配咖啡，哦，就很好了。嗯，然后呢，再来好玩的是。这边有个房间，那因为他们家没有小孩嘛，所以呢就把这么舒服留给自己和客人。好可爱哦，好可爱。所以呢，你说嘛，你喜欢巴厘岛，你又做到啦。对呀，这个多像巴厘岛风啊！哦，来来来，所以这个床是台湾买的家具吗？不是，这是请师傅特别定做的。难怪这么厚。对，而且这个木头好难找哦，真的。要等到这么大片的木头可以做床板，要风干好久。好久。对，所以我们也等了一段时间。因为通常那个木头进来都被裁成可以做地板的，对，都是比较窄板的。对。哎呀，所以这个木头你知道什么木吗？还记得住？哎，这也是杉木。哦，您住一年了，嗯，可是看起来真好看。对啊，真的很漂亮，而且他帮我染色染的，我很喜欢。对，然后这个就完完全是诚心的一个 DIY， 这样子帘子你找来了。对，然后我把它缝上去，因为它上面有那个可以穿过杆子的，可是问题我的柱子很粗，对，根本没办法穿，对，所以我就把它缝上去了。哦，整个把它缝住的哈。对，然后这个很有趣哦，一方面它可以做床，对不对？然后有一个上下的空间。对哈，有趣的是怎样来哦？因为呢，漂亮的美女来自宜兰，所以爸爸妈妈有时候会上来看你，他们就在这边开始他们的生活，对不对？对，所以呢，你很想爸爸妈妈也可以看得到高的一个 view。对啊，这样高的 view 要一直站呐，老人家站了会酸，怎么办？哎，然后呢就可以坐在这里啦，对不对？就可以坐在这里啦。我是不是勾到你？哎，你看这样 view 就好棒哦。对，真的很舒服。所以你的姐姐妹妹也都会来。对，妈妈来的时候他们有时候都一起来，所以我们就在房间里面按摩啊，聊天啊。对，好棒哦，就是很舒服，就是吃完晚饭之后我们自己的 family time。哎呀，好可爱哦。所以你看这样子就可以看得到这么好好哦。我觉得没有惧高症真好。对呀，我也没有哦，像李国秀都有，他每次窗户那边，哎，那个，然后连那边东西又不敢拿，好没有用哦，这样多舒服啊，对不对？哎呀，所以呢，他们会不会带小孩来玩？有，我姐姐的小孩也会来，寒暑假有空的话会过来玩。因为你看你下面的空间，小孩多爱玩啊，然后跳过来跳过去，对啊，所以呢，你让他很多用途，一方面床多了。对，嗯，然后呢，哎，以后这上面也可以做很多。对，你想要做一个，就是一个小垫子，以后可以做按摩啊什么的。对，精油也不会弄到到处都是。所以是你按摩老公，还是请人家帮你们两个人按摩？应该是请人家帮我们按吧，我实在太不专业了。哦，
很可爱的，所以呢，这个也是你在巴厘岛看到你喜欢的，把它记得下来，对不对？对。然后呢，这个东西呢，就是一般就可以给客房睡的。嗯，其实你们也说读书累了，你们来这边眯一下了，因为那边比较远啊，有的时候有那么远吗？走过去很累的时候，觉得这个地方可能也比较整个放下来，它的空间是比较舒服一点。对，那个地方比较亮，晚上的时候可以看夜景，很舒服。可是白天要睡觉，这间比较舒服。可爱哦。对。然后这个是灯还是什么东西？是灯哦，上面这个吗？这个，这是风铃。哦。对。就是其实开窗户的时候，风吹进来就会，对，好好听哦，有风铃的声音。这个颜色差的是也是鹅黄色，鹅黄。对。可是因为那边比较亮，所以到了这边来之后，你觉得看起来有一点点色差。对对，有点绿绿的感觉。对，所以你当初也是选择一个鹅黄，你希望它更明亮。对，对，配合整个的阳光。对，我觉得客人来的话，明亮的感觉可以让他精神比较好。对，像你看这个玻璃门也都设计得很好啊。对，而且像晚上的话，或者是白天，他在里面如果没有开灯，其实这个关起来我也看不到里面，所以它其实还是蛮隐秘的。嗯，对，所以玻璃其实是非常好用，如果你知道怎么用。好，所以呢，你看看我们看过了一个书房啦、客房啦、主卧房，其实我们也发现了还没看到你的更衣的地方。哦，对，待会带你们去。要不要想象一下，连更衣区都是一个更衣室？打造一个宽敞明亮的更衣室，花费了多少心思呢？来哦，这么大的一个卖场，怎么办？哎呦，好大哦！来，这个是小小的八斗柜，对，收纳柜。啊，这边呢就非常完善的一个更衣室了。精心规划的更衣室满足了收纳需求，旋转式容易拿取的收纳架，整齐方便的领带伸缩杆，更衣室里的每个巧思您都不容错过。我们马上回来哦。书房走出来呢，就来到这个宽宽的走道，而且呢，这走道呢有一个神奇的柜子，这柜子会是什么呢？我的鞋柜，来，请看。哦，都归档的好好哦。谁拍的照片呢？我老公拍的，这么感人。对，他说我每次出门找鞋子，每一个盒子打开要半个钟头才找得到我要穿的。所以宝贝蛋就帮你，而且哈，我们也看过一些人都会拍鞋子的照片，而你老公拍的最好，因为呢，他把高度、侧面图也来了，对，正面图也来了，真的非常好。对啊，然后这个底色啊，如果是什么，他要放在什么上面拍，颜色才会透出来。真的，通常拍那么好，都是为了要在网路拍卖，而你并不然啊、哦，很专业耶。对啊，我们。送照片去洗，那个人还以为我老公他要改行了。真的吗？那个洗照片的人说你们是要卖鞋子的吗？以为是要商品展示就对了。对啊，来来来，看看这么可爱的地方，你小空间都好可爱哦。这个小木屋到底我一打开会有白雪公主吗？如果您坐进去就有了。你啦，你好漂漂哈、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可以推进去的门。能想象吗？它就是一个客用的浴室。对，好可爱哦！而且你还是会给它一个小窗台。对，因为有时候，家里就只有小朋友，就是我姐姐他们小孩啊。对，如果通通都在里面暗暗的，他们可以看看书，可以放这边。这么可爱哦！对，因为马桶就在那里，就可以搁一下书，对不对？好可爱，然后你还会用这么可爱的颜色，蓝的、红的。对，我觉得，家里的居家装潢，尤其是很重要的部分。对，尤其也是一个色彩的演出啊。对，所以不一定都一定要来一个白色。对，好可爱。所以你这个是用喷砂玻璃。对，喷砂玻璃。然后进来之后呢，就这么可爱的白雪公主的地方了。你看我还是可以问，要我吃苹果吗？毒死我吧！要吃一小口就毒死了，毒死在里面也很舒服，好可爱。所以你那边是 shower 间，对，就是一个 steam room。
小小的，所以还有可以蒸汽啊。对，这边可以蒸汽的，在墙面。哦，所以因为你那个地方是开放，所以没有办法做这样的设备。不是，这边原本就有了大便杯。对，所以我就不想再移动它，因为移动它有很有可能会有水漏水对的问题。所以就这边就有一个啊、哦，还可以蒸汽的，这个就是对，像这个花篮，其实我觉得 DIY 其实是很容易，是就你买一个篮子回来，然后绑一些，然后去采一些花条弄好，其实就像一个篮子了。对呀、啊，这么可爱哦！可以把你的香水啊、泡沫发胶啊、一些用品可以放在这里，对对对，啊就很浪漫了，就很漂亮了。所以呢，这个是客用的，非常可爱的一个。卫浴间，接着来这个大房间，那就是令您想象不到的，它是一个更衣间。好，我进来看，你连这个门插都好漂亮呢。没有，这是什么？英国的，巴厘岛的，英国的英国武士家具的门挡。哦，门挡这样不是挡得很好吗？哦，来哦，这么大的一个卖场，怎么办？哎呦，好大哦，来。这个是小小的八斗柜，对，收纳柜，就是内衣类的，对，内衣类的。对，然后呢，这边呢就是女生区了，我觉得，对，比较像你的衣服，对，一些我的比较稍微短一点的上衣、外套啊、睡衣啊、小背心。而且要注意细节，像刚刚呢，陈星就有在说，其实油漆很重要，你就给它粉红色，对，你的更衣室就给它粉红色。然后木头呢也稍微深了一点点，对，比较胡桃木的颜色哈、哦，搭配起来就另外一种浪漫，但是又有古典风，对，哦，好可爱。然后呢，哎，这个窗户一样的保留了，没有窗户也是我们后来做的，对，这边本来没有墙，这个房间其实跟客房是一个大房间，一直连过来，那边有一个卫浴设备，后来我把那个墙。就是我把它筑了一个小墙在这边，可以做衣服的背，对，衣柜的背，然后卫浴拆了，对，变成后阳台，对，哇，你真的大费周章哦，对，但是才有这么好的生活空间，对，因为它的动线这样才对，哎呀，啊，这边呢就非常完善的一个更衣室，哎呀呀呀。老公的西装也是不错，对啊，他很喜欢买衣服，好爱美，这么爱美都看不出来，很爱漂亮，然后领带多到不行，真的，你领带怎么收纳的？哦，这边来，哦，有很多已经送人了，对，就是都有一个一个，然后色系的搭配。对，拿到什么衬衫，他大概就知道领带在哪一条上面。而且真的领带哦很重要，因为你要西装都大不了灰色、咖啡色系，对，但是一个领带就能跳出来，对，所以几乎都是他的嘛，宝贝蛋的，对，上面都是他的，就是都是大件的，对，那我的都是可以折的。泰贝莎公主，你做的不错，你这个台佣真的挺感人的哎，这个台佣，我其实也不太会整理这个，但是我就把它分类啊，短裙什么之类的，然后长裤。做这样分，哇，分那么好，你分的只是没有放下一个牌子。对呀、啊，其实做这个收纳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衣服拿去洗，收进来之后，一定要立刻归位，不可以再这样叠一叠，然后就这样放进去。你大概一个月之后又要重来一次了，短裤、短裙、上衣，对，太好了。因为呢，哎，陈星就讲到那边洗的衣服就要归位，可见的你好聪明，你把洗衣区跟放衣的更衣的是在一起，对，就是一个工作间，因为烫衣服也在这边了嘛，对对对，对，所以就马上可以归位，不用再跑到外面浪费那么多时间，对，不然以前更衣区都跟着主卧房走，对呀、啊，对，其实不见得哦，对，哦，大家可以打破一些陈规，他应该跟着晒衣服走，对，对。聪明聪明，好，然后呢，哎，看看这个地方就很可爱了。通常我们都知道转角呢要利用，但怎么利用呢？其实呢，这个东西也可以大为参考一下。我们都知道厨房有没有，常常会有这个转角架，其实衣柜也有在卖。对，这是你另外在加装的。对，就是诊所你自己搭配，因为这个大小有的时候每一个人的空间需求不同，对，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大小，它有。有90的，有多少的？对，所以这个地方就刚刚好啦，这个转角地方就可以用了。对，
放泳衣的。更衣区呢，其实也可以有主人椅。是这样，换衣服搭配太累，可以坐一下吗？对啊，有时候，比如说你找衣服，有时候找一找，你觉得不想要搭什么，你就坐下来想一想，思考一下，对，好不好？记得这是一个卖场，好不好？所以呢，当你要想想衣服要买哪一件的时候呢，就坐一下。好，对。我到底要穿哪一件呢？就在这里想了。对，好好玩啊！而且你看你这个架子，你都好会用架子。对啊，这都是以前旧的架子，但是后来都没有，就是不需要扔掉嘛，所以就把它留下来。对，我每一次收集出来有一些不要的衣服，我就把它放在这里，差不多一个量的我就请别人来收。哦，原来这是旧衣回收区哦。对，这个是不要的。对。哦，这么可爱哦。这个。那这个小红玻璃门呢，就是通到我们的阳台，后阳台，洗衣阳台。你洗衣阳台也是有蕾丝哦，啊，好可爱，有蕾丝，而且你还摆了一个枫树。对，因为这个地方有一个窗户嘛，一般坐在外面刚好吃饭的时候，是这边如果打灯光，其实可以看到枫树，看得到，所以还是要造景啊。对，你都很会造啊，比如说这个也是啊，对不对？这是真的还是假的？真的，这都真花，真好。对，只要有阳光可以给它的，我都会种真的。所以呢，你看看这么样一个很大的一个工作区，包括洗衣服啦、烘衣服啦、晒衣服都可以做到了。对，好，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舒服的一个更衣室，甚至是更衣场、更衣房、更衣厅。好羡慕哦，真好。就是当有两个人之后，你真的是原来的这个家庭所谓的结构不一样了。对，一定要做调整。对，他原本五房分配的位置什么，其实都不适合我们两个人住。都小小的。对，而且把区域一隔开了之后，我们两个人动线都变得很奇怪。书房要分开，也不能够在一起。然后客人跟主卧又太近了，都没有隐私权。对，那所以这样做配置之后，其实很方便。对，所以就可以住一年还这么样的整齐。好，精心规划的衣帽间满足了收纳需求，让更衣显得从容悠闲，不占空间。整齐方便的领带伸缩杆，旋转式容易拿取的收纳架，是陈心对家人的贴心。简单的收纳柜，圆弧形拱门，让更衣空间也能拥有宽敞的流畅动线。最后，陈心和邻居还特地准备了一桌美味的好菜来招待王月，赶快来尝尝呗。吃饭喽！好可爱哦。说到这呢，听说这个摇铃是摇对门的。对呀，对门的好邻居就对了，请他来吃饭的时候用的。而且很有趣哦，我觉得哦，大家都会想要选一个好邻居，而这时候呢，就有一个小招要贡献给大家，就是你来看房子的时候，你看看对门的那个空间啊，摆得整不整齐。听说因为我们都看到对门也是一个中式的一个摆法，就是说也会布置得很用心，你就觉得应该是哈的。结果果然后来你们就跟对门呢成为一个很好的邻居。对，来看看这么样的一个白色的铃铛之下，到底要叫大家来用餐的是什么餐？太优了，不要告诉我这都是你做的。哦，没有，这个是我们对门沈姐做的。对，沈小姐做的。她知道月姐今天要来，所以做了好几道菜。天哪，那这个呢？毛肚，这是我昨天拌好的凉拌。切太大了，好好吃哦。那这个呢？这个是洋葱牛肉，洋葱牛肉卤得好好哦。老公就是被你这样养大的哦，他手艺比我还好。其实平常他在家里做饭，我没有做。对，所以都他教你的。我们两个就是会的不一样。对，可是他的手艺真的比我好。好好吃哦。你又是怎么弄的？这个就是洋葱、牛肉、牛肉，但是牛肉你要找好的牛肉，就是要够厚，对，像菲力啊什么够厚，然后把它腌制一个晚上，隔天煮的时候它就会比较 juicy 了。那配上这么优美的一个汤，这个汤又是？这是蘑菇干贝汤。哦，还放干贝哦。对，真的。干贝是很大的干贝哦，可以喝喝看。对。
好好喝哦，好好喝，真的都不嫌弃。你真的做的东西都，就像你家一样，都好有爱心哦，而且都味道都好突出哦。它这个东西也是浓而不稠哦，对，好香哦。对，我觉得这个比例上面就是要调整，就是大家在做菜做几次之后就知道每样东西的比例对的时候，那个感口感就出来了。好，那我们就来代表制作单位送你一些小东西，谢谢。这些是小小的按摩组，卡哇伊的，卡哇伊的。好，谢谢。有的没有的，谢谢月姐。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延揽你入阁，来，我们一定要非常欢迎诚心呢能够来加入我们的生活智慧王，谢谢。来，我也有礼物要送给月姐，真的哈。对，你把你送给我一页就好。哎，开玩笑，开玩笑。来，这个是给你们润喉用的。啊，这么感人哦。好的，推广农产品。好好好，而且橘子嘛，对不对？好，太好了，谢谢，谢谢，大家一起来哦。对，好。那么呢，我们今天呢就在这边呢打扰诚心告一个段落，然后也希望呢诚心继续有更好更好。因为凭你的创意和才华，我相信你的人生会越来越美妙。谢谢月姐的赞美，谢谢。那老公要赚钱哦，老公要赚钱，好好，谢谢，好，谢谢，拜拜，拜。看完了陈星的欧风居家后，欢迎巧手的你赶快传真来报名哦。你有收纳的困扰吗？不论厨房、阳台、房间或浴室，生活智慧王让你不用重新装潢也能拥有美好的居住环境，而且完全免费，赶快传真报名吧。赶快来看看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来介绍一个就是可以让你很快的消除眼睛疲劳的一个妙招。普遍呢，现在台湾好像大家都有这个困扰，就所谓的用眼过度。一方面呢，地窄人稠的，好，所以呢，怎么样呢？比如说，不管是上班族也是一样，好，现在都是电脑化作业，所以要一直盯着荧幕。在家里头看电视呢，也是个眼睛疲劳哦。如果你在上个网，也是个眼睛疲劳。这件事情在我前天发生了。你在玩电动？玩电动，因为我很喜欢玩大富翁，还在大富翁。然后我就是因为这样，然后一玩大概超过了10个小时。天哪！然后。我觉得我很累，可是我没有办法让自己停下来。天哪！后来我就第二天，然后我去给一个地方按摩，因为我实在是太累了。然后去按摩的时候，他说：“哦，你最近很疲倦哦。”我说：“是，你答对了。”然后他就帮我压眼睛，我才知道用眼过度眼睛会变硬。对。我才知道哎，因为他就这样子压我的眼睛，然后他就说哦，你的眼睛好硬哦，你一定用眼过度。我想说哇，你这个人是算命的吗？对，还有光我们眼睛盖起来，我们按眼皮很紧的话，也代表眼压过高。哦，真的吗？对对对，我第一次知道。对呀，原来呢，真的眼部不能这样的用眼过度，真的不要。所以呢，就有观众朋友教我们呢，其实有个动作就可以。哎，帮我们减缓一点。那就是很简单，也就是你不管是在上班也好，上学也好，这个动作你只要就是在桌子上，其实都可以再做得出来。哦，就是这样子，把你的双手握拳呐，然后呢你就这样，刚好全中心呢在我们的眼球中间，因为眼球别去压到了，所以呢，哎就可以呢。好，还有包括这个手肘压在桌上，头呢就可以把重力呢给这个手掌，好，所以就会很自然的受压，这样子其实就是等于按到眼睛部分的穴道了。这样子老师以为你在干嘛，但是你可以告诉他，我还是在听你讲课，我还是在看书啊，因为你的手可以这样，是啊，可以拿起来就好。其实像我不是自己学中医吗，我就知道说眼部的周围的穴道真的很重要，包括睛明穴啊，睛明穴，对，好，这个东西很重要，还有下来的时候这个承气，这是我们个凹槽，
再下来一点四白，这个也很重要。然后包括这个攒竹穴，其实是我们眼睛周围的穴道呢，都可以把它按一按。其实就算你不知道什么穴道在哪里，你就是乱按也会按得到嘛。对，不要太用力，别自己戳到眼球。对对对，哎，就是这附近还有一定要摩擦，之后再改。对，这个也很重要。可是摩擦的时候啊，不是是手掌有气吗？手指头没气不是吗？可是你是用，而且比如我们按完之后，对不对？然后再摩擦之后盖住整个手掌，盖住。这个意思是像念完大悲咒要回向的意思是吗？原来是回向给自己的眼睛。好，那我们也希望能够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不要让眼睛用眼过度了，失去了我们眼睛的健康啊。真的是，我们要再一次的谢谢这一位是住在台北的小薇，谢谢你。这个小薇呢，哎。那当然，我们不晓得你虽然这眼睛疲劳，但是不晓得你有没有老花眼，那这个就可以送给你了哦。这个很可爱哦，是一个灯笔型的这个放大镜，好酷哦，真的很酷，好酷哦。阿姨两个眼睛是因为我们有两个眼睛的，对呀，它可以这样子窗户，OK， 好，那当然呢，不要忘记啊，我们的节目呢是每一个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在晚上十点钟，东森综合台是台湾的首播，大家一定要记得准时收看。好，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拜拜。想查询节目资讯，请翻阅《民众日报》或拨打服务专线及上网查询。News Update， 在世界的任何角落，您可以透过东森卫视及 ETtoday 网站收看本节目。